首先是发生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叫做吃案，就是这个案子呢，在承办人那边就结束了，他也没有继续调查，他只回了这两位同学，一个很简单的 email， 就是说他认为他这个不是雇佣关系，所以连实质的调查、个案调查都没有进行。然后这个在经过高教工会揭露了以后呢，所以新竹市的劳工处才开始进行所谓的调查。那他调查的方式是什么呢？他竟然是直接发公文给学校，询问学校，请问你觉得你跟你的兼任助理之间是雇佣关系吗？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是作为一个劳动主管机关哦，雇佣关系到底是你认定，还是你要问雇主，由雇主来认定？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那学校的做法自然就是把这一些所有的行政程序呢转嫁给老师。那新竹市劳工局啊，还有一个很夸张的行径，就是他要求呢这个检举人以及他的相关的部，也就是包括计划主持人，作为建筑管理者的计划主持人，还有校方的人事室的人呢，都要去新竹市地方的劳工局到案说明。那如果在台北的检举案啊，都没有发生类似的调人去到案说明的状况，那为什么在新竹就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在五月初，劳保局其实已经判定交通大学没有帮兼任主管投保是违法的，而且也已经判定必须要缴纳罚款。可是发生这件事情，而且交大已经被判定违法之后，交通大学的做法呢，竟然是要求计划主持人自己去缴交这笔罚款。那交大的说法其实很简单，他就说我们是不会缴这笔罚款的，你们要缴你们老师自己去缴。所以呢，这个压力突然之间都转纳，就突然之间就被转嫁到这些学生的计划主持人的身上啊。那这些老师当然会觉得，我就算在支持学生跟父母之间是雇佣关系，可是我现在也面临了一个新的压力，就是说我不想要去缴这罚款，因为被受罚的那并不是我啊。可是校方就可以有各种施压的方式，要求这个老师去缴罚款。在前两个礼拜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啊，就有一天我就介绍学校主席传来的公文，email 公文说，劳保局在针对我的助理进行调查，所以希望我协助提供一大堆资料这样子。那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公文啊，上面就写的莫名其妙，就是什么要你去说明，要我去说明呢，我跟学社是劳雇关系啊，那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呢？那反正我觉得这个公文写得很烂，所以呢也不知所以，所以我就干脆打电话给这个劳保局的承办人员，问说我到底要提供什么资料这样子。那这位劳保局的承办人员呢，接到我的电话之后，知道我是这个学校的老师，他就很开心地跟我说，啊，这些啊都是那些小屁孩在乱搞，不要理他们就好了。然后今天都是检举的，我们不能落袋。你看一下，我们检举人都在场，我们要进去了解我们的检举的进度啊。集会进行中，你们现在还在未经合法集会进行中。我们是一群人，我是讲真的，我们是检举人啊。检举归检举，刚刚你们不能够接受我们的陈情吗？我不是劳动部的，我是负责这里的委员。我们会把现在处理到什么样程度的那个资料，我们会跟各位陈情人哈，那个四月份的那几位陈情人的部分，我们会做回复。那个部分我们就会再快一点。那至于说今天的这个部分来讲，我们处理到一个程度的话，应该是像劳保局或者我们检查单位先去做检查的部分，检查到什么样的程度的结果，在六月底以前，
先回给大家。我想应该大家都还有机会可以再继续参与。那么我们在过去两年每一次只要劳动部有邀请高教工会来对于这件事情表达意见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明确的表达我们明确的诉求，就是这是雇佣关系，违法情势非常严重，劳动部应该立即介入全国性的调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只要来到劳动部或参加各种会议，我们都不断的表达这就是我们唯一诉求。那实际上我们也讲了两年了，那我不希望说之后我们又是看到又要开某某什么会议，然后大家又来各自表达意见，怎么主管机关对于说劳工在劳动现场不断的被资方欺负，不断被资方违法对待，居然是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开会来演你说要怎么来解决这件事情，而不是应该要依法行政真的就去介入调查并且立即开罚。他等到毕业之后，我想要请问他如果要追讨他损失的权益，劳动部会协助吗？会。他因为劳保年资少投保，导致他在老年给付的时候他的老年年金少领取的部分，劳动部会协助他进行民事诉讼，向资方索取这些民事赔偿吗？有关这个劳保的那个部分来讲的话，他可能会产生一些损失，如果说因投保未投保，他当然会产生损失，那这个部分由雇主来做赔偿，这个是法令的规定。对，那难道劳动部会协助劳工去进行民事诉讼吗？我们会请各地方的主管机关来做协助。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因为中间要必须要，比如说你的资料啊，那不全，它不全还要再找第二次。那再来资料不全的部分的话，有的是说像送给县市政府做裁罚的时候，那县市政府现在在裁罚的流程上面，它会一个说请你做意见陈述，因为整个现在到依法行政的情况下，必须要让他做一个最后的意见陈述。我们作为法律保障不断的被侵犯的当事人，我们在这边要告诉劳动部，我们希望你在暑假之前，你在暑假结束之前就要组成这样的专案，进行全国所有大专160间大专院校全面性的普查。我们希望你们在暑假结束之前就要进行完调查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希望说，你所谓跟教育部到各大专院校去进行劳动教育这件事情，能够从下个学期开始，我们就要知道说你们有真正这样子的动作，到各个大专院校去告诉那些资方，告诉那一些人事处说，你们作为资方怎么样对待劳工才是合法的，如果你们违反了哪一些劳动法令的话，你们会受到什么样子的罚则。我们希望在下学期我们要开始看到说你们已经有这样子的计划，到这160间大专院校去进行这样子的劳动教育，而不是配合教育部去修改一些什么样的草案，去修改各种的办法，然后想要撇清掉学生跟学校之间的这个雇佣关系。这是我们两点今天提出来，在时间点上面，我们希望你刚刚说劳动部要做这两点，这是我们在时间上面的诉求。那你虽然不肯给我们明确的答复，那我们告诉你说这就是我们要的时间点。那如果这个时间点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成果，实际上高教工会我们是会持续来，我们每两个月就会进行冒着劳工可能要被开除，冒着劳工可能要丢掉工作的风险，我们持续的来劳动部检举到劳动部终于肯组成专案调查，进行全国的调查为止。